我叫慕容玄机，北斗七星玄机星的玄机。前辈，为何盯着我不说话？我只是在揣摩娘娘的心意。娘娘？哪位娘娘？这世间除了她，还有谁能让我称之为娘娘？你好啊，我叫慕容玄机。晚辈尉迟良。什么前辈晚辈的，叫我慕容玄机。如果你是觉得这名字太拗口，叫我慕慕也行。好吧，钱。好的，慕慕。你等小辈如此怠慢于我，可知吾乃何人？神武观主，江湖盟主。惹人厌烦的家伙，你们。我似乎找回了昔日。尊神，吾感受到无上神力之。这些本领，早该传。本领该不会也是从地下逃来的吧？我何时才能恢复？这是赋予我。多谢。如果能变。这是喀巴拉秘仪之力吗？感觉自己离。离大师兄又近了一步。哇哈哈哈哈，果然是更为强大的力量。真
我身为天玄掌门，自然不能止步不前。该对自己下手的时候，绝不能。该对自己下手的时候，绝不能含糊。往后能更好地为国效力了。堡主，下次可派我上场了。力量，给我力量！